你听一下啊。你看这个八字，磕到了。日主之交，这个意象是干什么？所以这个主位这肾干不干活？干活是不是？哎，不是没闲着。有那人，有那把子，这日主什么都不干，什么都闲着，是不是？这是有活干的，他干什么？治丧的。治丧。三观治丧是不是？治丧怎么是？这是化禄全啊，化禄全。肯定得是我。冲不冲官？得冲官吧。你说冲不好，但是治好。也冲也是治。也治。这么也是治，对不对？都治，不管怎么样，好的坏的都化了验。这个命能当官的举手。不行，我感觉不行。不能当官儿，你说？不能，做秘行。做秘哪能行？圈儿这么多，什么都得个指标官儿。不当官儿。啊？不当官儿。不当官儿。为什么不当官儿？为什么不当官儿？治丧太过也不行，我感觉这个从这个火两个冰火都给他治的本身冰火冰财又不旺，完了你这样治那样治，治过说个棍不能干了，治过头了，治过头了，治死了，这是偏对的，这不是弱，这是对的，这是对，但是丧好像跟那个治的太过了，就是那个十伤治的太过了，丧太多了还不好。你这我治你是啥好事儿？因为救我，就是声望也需要那火可以上来。什么吗？我是弱，声弱这个声弱可以得官的，那是声弱就是主管声弱，虚的少。那是声弱，声弱喜治丧，对不对？对。治丧就得权威呀。还说人家没权，人家是个纪检委的书记，做管管的官儿，治丧做管管的官儿。我说三管监管要做官，往往做管管的官儿没问题，知道纪检委、反贪局，做管管的官儿，纪检委的书记啊。我们现在拿回去说。还有一句话，你知道什么？这不近水伤官，喜见官吗？对不对？我前面我是不是讲近水伤官，喜见官？还跳猴呢？哦，我知道了，肯定是走运走到火运的时候。对，还走到火运。他不走火运，绝对这个官当不了。这个自杀治的太过了，自杀太过也不行。就这么治你，身弱。其煞有志化为权，这句话给谁说的？说不就忘了？其煞不有志化为权吗？已经化权了，为什么不看权呢？就说人没权。那太像佛，要是有权你就咋地了，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八字，通过八字的印象，就记着。
我是治啥治管的管，对不对？你说是那种格局是深望的官大还是深落的官大？那不一定，你就看你喜不喜治，对不对？深落照样可以当大官。那是加深这种格局，是加五格局的官大还是加深？当然是加五，当然是加五官大。加五可以帮助。我治的官是专门治有利的官，别说我官太大，对不对？我治些没有能力的官，这官小，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事？你这官要官，我还能治你，说明什么？我比你高，我才能治你。对，那权大，对不对？对。你要是这官儿弱了，你治他，对，你就是把这小官的官，这官儿才弱，是不是？你给我加五个，你官儿。所以八字啊，你得理解为什么有的八字啊，就通过它这个显示的意思，就能判断他想干什么，他什么想法，明白吧？好了，再给你讲啊，第五章。生克理化，心痛和爱。那么生克理化，心痛和爱，这是一种五行的生克关系，对不对？实质就是五行的什么？五行间的生克关系。一般情况下是通过五行生克关系来推断什么生克结果，对不对？这是理，这五行生克理。其实，在五行生克制化的过程中，还体现一种什么信息指向。不单单是整出理，看出结果，而且这个生克这个现象，也属于一种什么象。所以，咱们不但要看理，同时要看象。所以你有理和相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预测。如果你不去提取相，只提取理，只能看出一个结果，看不出一个过程。如果你通过这个相来什么捕捉理的意义，那么就会产生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首先讲生，第一生，那么生按这个形式分有什么阴阳之生，是不是？小生，还有什么？是就是个阴阳相生和什么同性相生，阴性相生。同性相生，生呢实质是一种力量的传递，一种力量的传递。就是说可以引申为什么？给予奖励。比如说财生官，对不对？那可以引申吗？把钱为官，可以引申为这个生，可以引申一种爱和喜欢。如果财生官什么呀？财官相生，什么喜欢官，爱官。那么还可以
意义上拿钱去买官，跟人行为这个买，是不是？那么这生还跟人行为滋生，比如说官是为己身，财生官就是因为钱或者女人生出的灾祸，对不对？滋生出的灾祸。你看你的行时候你就买出名誉，财生官有可能因为有钱有名誉，是不是？这个财是什么？吸引是意味，这官呢升到官是升到一个结果，对不对？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呢，看这官是你所喜所忌，明不明白？如果说财生煞，财生煞，这钱能生出什么杀身之祸，是不是？如果身弱财生煞的这样人啊，有阳刃的这个人，这一生会因为情，尤其是男人啊，因为情，因为女人的事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财生煞为忌身是个败家子啊，财生出来的什么煞是灾祸。你看这种不就是，但一性相生力量要大，同性相生力量小，叫泄不尽。比方说日主是甲木，生丙火属于同性相生，因为同性相生，我生你是不是尽力生？就是丙火泄甲木也不是全力的泄，明白没？他不是全力的泄的时候，就是我给你留点什么，留点力量。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样人不是尽力泄，他说话就像这是时辰，他就不是怎么狠怎么说，对不对？我要是像遇到病火是伤官，就是说我怎么使劲儿说，我怎么骂你，怎么解渴，怎么说，就是说尽力说，对不对？所以伤官有时候叫因为骂人就在这儿，就是说我要说你是使全力，怎么难听，怎么让你生气，怎么解渴，怎么说。而这个留，这个是生我生你，这个世上我说是留分寸，留力量，就是说我的留情，对不对？所以一性相生就是不留情。所以如果是像你甲木日多，火多，丁火多，伤官多，这样也会得一个病，就是什么头脑神经衰弱。说甲木啊，遇火多会不犯精神病和头脑神经衰弱失眠，为什么？他说话说什么都是尽力泄自己，就那尽力泄多了就容易甲木未头。只要你不但是日主，就其他诸种，如果甲木遇到丁火，遇到午火多了，都容易上头上脑筋，都容易上到头，不管在哪个嘛。你遇着食神呢，就上不了头，他留情；伤官是尽力些，这就是不留情。所以一性相生是尽力生啊，就像有些男的为了帮助一个女的，跟你说尽力，多大力是多大力，但是不会为了帮助一个男的有多大力是多大力，是不是？他是有情之生。
你看煞印相生啊，这种情况下微观啊，啊好，煞印相生。那么煞印都是阴阳相生，力度大，对不对？因为七煞和正印属于一个什么？是阴阳啊，煞印相生，这叫什么？这是化煞为权，对不对？用煞笑相生不行，因为这个笑不能尽力的泄煞，那煞还留力量，坏了，留力量就用对这种，对不对？这煞印相生会贵，煞笑相生有没有煞印相生贵？毛泽东就是煞印相生，是不是？你煞笑相生不行，同性的。力量泄不尽，咱要需要是把煞的力量尽量什么泄尽它才好，对不对？是如果喜欢煞阴相生，泄尽。为什么认主做偏印的人，占你有心眼呢？比方丁卯，就有心眼。为什么有心眼呢？因为我这个卯木的思想，我不是全部泄出来，我不全部表白出来，全部前面只留一点，那不就有心眼吗？对不对？我说话我说三分，我另三分留着，不就有心眼吗？对不对？所以这样人都是难以琢磨的，他不是尽力生的这种，不是把所有的肚子的话都套出来，所以这样人。为什么那座孝人的人，这样的一般人你很难完全了解他，他不完全表白自己，说这一部分留住一部分，就说这一段有诚有心眼，说骗人叫做什么精明有心眼，是不是主意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是伤官的那种相生呢，那就是尽力生，我自己有多少话就说多少，完全坦白，对不对？做事实就好。这是相生啊。那么相生还有正常之生，它可以分什么？根据力度可以分什么正常之声和非正常之声，之声正常相声是一种力量传递，双方都不受伤，明白吗？正常之声双方都不受伤，就是他俩在力度什么向进的时候，力量向进的时候是正常相生，双方都不受伤。非正常之生肯定会有一方受伤，非正常之生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主生方力量强大，受生方力量很弱，还有一种什么主生方力量很弱，受生方力量强大，这都会导致一方受伤。这在现实中生活中，我经常运动的身上啊，是特别准。哎，断身体啊，断疾病啊，断事啊，都挺准的。
比方主政方力量强大，受赠方力量很弱的时候，这个受赠方就会什么？受伤。这叫母慈灭子，是不是这句话？母慈啊，灭子啊，母慈灭子，听说过这句话吧？听说。嗯，就是孩子啊，你要是什么都不让他干，娇生惯养，处处爱他恨他，那么这种情况下，孩子越来越什么无能，对不对？将来走入社会就是个无能儿子。如果你的日主是很弱阴性化的人，你就是这小时候这父母惯太多了，导致自己什么没大自信，自立性差，明白吧？所以正儿八经一打出来，他肯定小时候特受长辈关爱，又怕冻着，又怕摔着，走哪的父母都看，最后变成什么懦弱无能，这是一种现象。再个母慈灭子，就是说这个受伤方代表五行的身体也容易出在，比方说丁火的月柱，比方说甲寅，比方说乙丑，这个火没有什么根，比方说这是甲子，这样八字啊，你不用细看，肯定是心脏有病。这八字不用细看，肯定百分之百心脏有病。为什么？这不母慈灭子吗？都是生发力量什么强大，受生发根基很弱，它不受生，就是这叫做什么？木多火喜，火喜是不是？哎，可是火塞，你像。木多火塞，土多进埋，这些我经常在用着，而且土多。金多土多。木多火塞，土多进埋，金多。水浊，木漂，啊，这是这一坨了。再回过来就是木多火柴了。这种代表肾体，就是心脏啊，火多土降，土降。这个如果出现是肾脾，其实就是心脏有病。要八字组成这种情况下，你这个火根基很弱，什么样能达到木多火塞呢？就是达到三倍力量。他达到三倍力量，是对方三倍力量的时候，就会使对方什么塞，明白？三倍的力量。那一个对乙是不会塞的，两个对乙有时也不太会塞，是接近塞的边缘，三个对一个基本会塞，明白吧？所有都说是这种力量比那有的这方力量是对方的三倍的时候就会达到火塞。记住这个什么量的要求，量的要求。那么这个除了代表这个五从五行来说代表肾体，同时你看是什么六气，这个六气呢也会有在，比如说火是阴的情况下，就母气会有在，明白吧？那么代表更多呢，那么如果是官性呢，木多火塞呢？那工作会什么？不尽人意，明白吧？看是什么事，看是什么时辰，
这食神代表六亲，人是五，听懂没有？葡萄进埋，这种情况造成在往往是肺，我发现有一个什么现象，就是辛丑月，正在辛丑月，凡是葡萄的人啊，百分之百有什么？有肺病，有咳嗽了，肺炎了，葡萄的时候百分之百盛在冬季，肯定是痰咳肺炎。你就是你越长完子就直断，肯定跑不了。葡萄进埋的现象。尤其盛在亥子丑月上月，经常是痰多咳嗽。如果是经脏腑这个门禁的情况下，往往是肺炎炎症，就没有痰了。那是痰就少，是炎症，那是痰火。要是湿土就有痰。对，湿土就有痰咳嗽，这个情况要活多的时候，活多和燥土多这种埋进的时候，往往是一种什么，就是肺炎炎症、扁桃体炎。这是我通过实践发现的。如果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日主是金，比方庚金，做些虚土。未土，你这个日主根基没有什么明根，土地力量是日主三倍，这个人就爱遭车祸，而且在土旺时遭车祸。为什么？是阴性埋你的，对不对？就会阴性给你造成灾。土多，日主是进的时候，土多。这种情况容易遭成车祸，往往就是在土旺的流年和运上遭车祸。这加大力量叫你埋，这就属于人被车埋底了，对不对？这你创造是埋底了。水也在埋底。哎，这阴不是车吗？都听。因为我日常生活中遇了那么几个，所以一个是肺病，一个是什么容易遭车祸，要是阴性是土的容易遭车祸。那么在其他五行，这个是这个金是什么食神，就是什么人是物质代表是有在，听懂没有？我不可能一一给你介绍，我告诉你一个理儿，我指一个路，你们自己去看。是不只是指路人呢？我不是替你们走路的，我是给你们指路的。金多水浊，没地了。这没地。我这个有没地啊？信号不好。信号不好。有没声音？所以有时候有时候金多水浊，是不是像有声音？金多水浊还得好搁一个病，肾病，还有肾结石，肾病肾结石。八字，尤其在日食柱出现这种现象，信息更明显。比方说，癸酉，甲申，
那这个许是由许上最近这种像。这个劲的力量差不多好达到你的什么三倍，是不是？就往往金多水多，那水主肾，所以不要仅仅就看一个客人得病，这个肾啊照样得病。而且有那时还会容易得肿胀的一些病，肿胀，尤其这金正水有时候还容易得肿胀病，你听说它肾一样把你膨胀起来，哎，所以你看这个病就有时看呢，某个五行成事了。就是生他的五行也招灾，被他克的也招灾，受他生的也招灾，就是好像这个五行忘了一定时候成病了，就会带来这个有这个五行是代表身体的器官发生一个病变，会带来身体其他部位跟着混乱，对不对？跟着损坏，水多木漂。这样也爱得肝病，喝着风湿病，风湿性关节炎了，肝病，肝胆自己啊，风湿病，你像肝腹水，肝肿大。这都是水生命太弱了，三倍力量以上。风湿呢，木代表狮子被水一泡，竟是这样人竟然如果是水多木漂的人，这人肯定在什么，能有起码能有三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水边或者在寒冷的地方，在阴凉的地方长期待，会造成这种病。不是在住家，就可能是在饮食的环境，再不是在工作场所是一个饮食的环境。你要有那经常卖海鲜的，经常是搞水边了，还有卖冷冻食品的，经常在寒冷里的，最后都会得了什么风湿性关节炎，就是直接。我发现八字这种现象啊，木被水泡的，要是生在冬季，更容易得。容易冻伤，所以你一看这种现象，你说你有风湿性关节炎和肾湿病，特别准。
所以我现在这就是做法，是不是绝招？这就是绝招。我要会长一告诉他绝招，你费劲的这叫记性。但是认主是木的时候，水多的时候，这种人这一生是漂泊子弟。因为什么？就像船一样，对不对？你要是木没有什么根呢，那就能漂泊。你到什么时候不跑了？到木有根的时候，那股运就不好。否则你这一生就是飘荡生活。那么你这种情况，如果日主是木水多，这也可能是经常在道上走的，在外地飘荡，这等等这句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开车的，经常在路上飘的，对不对？是不是开车的？开飞机也算，开船也算，搞远洋的。你要是这八字，你要符合远洋业就好了。哎，船嘛，哎，它适合呢。丈命最好是干什么？叫他上船开远。哎，木多的人呢，哈，当海员是比较好。真的，我发现我有一个，有一个朋友是大连的，他就是海洋渔业的这个一个船长。他是整年跑了四五十个国家，反正基本上整年是在外面漂荡。他是木的日主，所以有时候真的，他这个生活就是一种在外漂荡之相。所以你就是你遇战法子，说明他这一生啊都是在外漂荡。到剩下木到有根的时候，他就不晓得了，哎，在那退休了。所以你看这现象，你马上就会断。哎呀，你这三十岁以前是在外面飘飘荡荡的，有家也不能回，更多事业原因。什么？比方三十一岁以后，知道走卯运和寅运有根的。说明是吧，你从一种工作形式转化到另一种模式，你这时候你才固定的在家待时间长，因为那是五十岁以后，对不对？你这种你给他一说，他就哎呀，就是我事儿。再个活多土脚，首先得的病就是皮肤和胃病。皮肤，和胃病，而得了胃病，容易得胃炎炎症的人，炎症的人，这个胃病往往是炎症的人。炎症啊，你都听准的。再一个，容易得皮肤病，这样你皮肤干裂，你得这个鱼鳞病啊，脱落再干裂一块块，不得出掉。让你的皮肤没有光泽，容易掉皮，经常有皮屑比较多，干裂。而且如果在日食入的时候，这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脚后跟呢，脚跟呢好裂，看看脚跟裂的，裂很大口，是不是？就是说活多土脚，如果在食入的时候，就容易脚跟裂，裂脚。如果土在月柱呢，日柱这段期间就容易出现什么胃，哎，意更大些。所以他这种皮肤病是一种干裂性，是干性的皮肤裂，这个是胃病，是炎症性的。
云南人的皮肤不好，能干裂，是不是？云南人皮肤要出油，不一样，就干性皮肤和湿性皮肤不一样。那么，我那个什么，我那个小舅那儿子，他那八字好像是乙巳日主啊，是生在虎月，丁未月。特别燥，是家是年生的，特别燥，皮肤就有剩下两个多月就发现了皮肤什么一个干裂，然后就现在就像鱼鳞病似的，研究八字呢，命中注定的，啊，皮肤不好，那小孩一段时间，待两天一段时间就过了，你看他这看脸上都是好样，小伙长得通俊。一看伸胳膊这个腿，哎妈，全是鱼鳞病，就是因为什么？全燥，没有水滋润，他生在四时。老师，这个小孩是不是患者？啊？这个小孩是不是患者？患者？你没看，你没意，好像不是患者，我儿子是患者。你看。我儿子跟他俩一样大小，他皮肤就好，我儿子皮肤就好，我儿子家肾乙亥丙肾乙巳，他皮肤就好。那你断了就怎么样？那水珠黑，水是珠黑吗？啊，对呀，白眼儿。他是白发儿白。对，还挺清。我儿子现在的山，就是他一半小孩没有他白，皮肤圆，什么都白。有生有余吗？我小孩整天在外嘛，腿晒一不黑。记住是这样。为什么？像水眼这儿的珠黑，其实错了。水越多的人是越白。为什么？咱说你要是洗澡，你洗澡，你他妈洗澡去，你洗完澡刚一出，你看是不白？对，泡的，对不对？这里有一个水很多的，特别黑的。你是就被土混了，肯定有土混。对不对？是不是？你土混了不就黑了吗？对不对？你要是没有土粉丝不会白了，但是那个皮肤就黑黑的啊。对呀、啊、你要我这个儿子没有土粉是不是白？对不对？你要有湿土粉不就黑了吗？懂不懂？水生物吗？这个医学这个变有流通吗？对不对？咱就像你有魂，你这么一搅了是不是就黑了？你要没有那土是不是就白了？对不对？学会我说这样，水越旺越白，但是条件不能有土来混，不能有湿土来混了，造土还勉强的，明白没有？湿土不能行啊。做光的歌词还得玩而且还要调号。做光老师就是没打下去啊。财管印权就是他，就是他们，是怎么？小孩怎么了？因为身体好。那么这是。正方力量强大，受正方力量很弱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主正方力量很弱，受正方力量强大的，对不对？这叫什么？这种情况表现在五行生克里，叫什么？火多木焚。木多水缩，
随舵近臣。今舵仆许三。仆舵我会。国舵没了，又没了，再用第二圈。国水壮，这个在表现，如果八字形成这样，也会表现的肾脾啊犹在，和其他六气也会犹在，会倒些劲。母的力量会倒下去，因为活多木分。八字呢，丁、丙、甲、甲午，是个活多，木就用木分。木所代表身体，就用人事物就用在。你看它代表什么人事物？这确实也挺准。要甲木就是。头脑神经衰弱，头部有有有。如果这是阴性的话，甲木是阴性的话，母亲就会有在。而且还有个技巧，有在的时候往往都在丙丁巳午这种火的，因为命局组成。我告诉你一个技巧啊，算命气技巧，命局是他限的，让他造成病，绝对不是说。当大运克时他有病，而是再逢泄时就有病，就有灾，懂不懂？因为我那一解释是泄造成病，你将来引起就在什么泄上，听懂没有？原局那也是克造成病，往往是在造成克的时候，听懂没有？你看是那也是他什么怎么原因造成病，往往这就命局告诉你，这种组合是这种形式造成病，阴气就是按这种形式去找阴气，听懂没有？到时会不会用啊？又是另一码事。啊，听懂？你这以后啊，你就是说你在时间中断例子，断找阴气，觉得哎呀找不准的时候，你就看看这个是不是这些原因。我发现，我就是经常总结一些东西。我发现不少是，因为这样图多了，比方图多了，火会了，这眼目容易有病，是不是？往往就在土旺的年、土旺的运，这眼睛病了，而并不是在水运上病有病，就是在土，因为内也是土造成的。就是你这个内因是什么？内因是一个什么决定性因素？内因告诉你这个土，我这个八字，我这个病是因为土造成的，对不对？那么这阴气就应该是用土来做阴气，内因是木造成的，就是木做阴气。那也是克造成的，那就是以克来对应起。所以那也是决定性因素，外因只是引发内因的象而已。引发按照内因所指示的路线，它就实现而已，对不对？我还发现一个有趣儿的啊，就是比方丙火是官，合日主；比方丙子，他是结婚也好，这女命如果结婚也好，或者什么得官也好，往往就会在丙子年有德。
按照你们要，按照恁告诉这个时候就得了。哎，巧，你们内隐告诉是以什么形式得，那么外隐就有什么形式来引导。只有内隐有的外隐才能引发出来，内隐没有的外隐很难引发。比方你八字婚姻比较好，婚姻宫不受冲，而且夫妻相和日主都相合，那即使遇到流年就冲，他也不会离婚，对不对？因为内隐没有这个隐患，是吧？那就可以保持长久。你要是说这婚姻宫一封冲，这相一封冲就离婚了，那是没个十二年离一次婚呢，对不对？因为你内隐没有这种隐患，即使逢大运流年出现了，你不会引发这事，对不对？他就不会。而内隐有这个星冲啊，万一在引发，那就是运。我刚才讲这些啊，我特别重要，你们当兵起用的，将来办事用的。那么木多水浊，这会造成什么肾病？男病容易阳痿早泄，肾病肾虚。木多水浊，肾病特别准。有一个前几年有一个朋友，他甲寅日主，啊，这亥时是什么亥时？乙亥。乙亥时。妈的，这八字还有卯月可能是。大师他那八字看他咋咋咋，我说你这人，哎呀，他说你什么时候说？我说性不能。我说阳痿早泄，你怎么知道？我说八字是摆的，他也懂这八字。我说是摆的，你看这属于什么木多水浊，肯定不行，他肯定不行，到泄劲了。啊，没水了。啊？这不都没水吗？那这个还没有。啊？假设八字根就没有水了，那也不见得，没有了不见得是坏事。你就是有了道歉才是坏事，对不对？你有了才有这个相，没有就没有这种相。你没有，有了时候就是事，对不对？牙医是一柱的，那要认住啊。你看这不相出来了，一句话就堵他这儿。所以这叫什么？木浊水浊，一句话。他倒挺惊奇，你怎么知道？如果这个木，这也可以在这儿说，他父母的母亲身体肯定也不好，因为这个水浊了，是不是？样八字肯定婚姻不顺利，他婚姻能顺了吗？嫁给父母了，嫁给父母。水多进尘，这也会得肺病、支气管炎、支气管的病。
肺结核支气管炎炎症，呼吸系统的病，对，呼吸道，而且生在冬季里呢，肯定是痰咳咳嗽，一到春秋冬季就咳嗽多，肺结核了，肺病了，肯定生在冬季肯定是。好了，休息一会儿。先坐下，我。